兔 three 新年新挑战，边画兔子边答题。首先说出含有兔子的名台词，或者是唱一首。名台词吗？怎么可以吃兔兔？就这个台词吧，其他还有什么兔？哎，看到过关于自己最离谱的爆料是？黑热搜有，爆料，爆料没什么料好爆。你要听黑热搜是什么吗？就2022年开年就把我惊了。是什么歌？说彭胖了。那澄清一下。然后还好，后来就遇见了哥哥嘛。哥哥就对啊，就减肥俱乐部，就因为那个大量的运动，然后还有巨大的压力，这样，所以就很开心的瘦了下来。然后众目睽睽之下瘦下来，默默的瘦还没有用，要众目睽睽的瘦。因为你刚才说没有听离谱的爆料，我们有一个东西要求证一下啊。听说当年因为自己太受欢迎，然后高考被大家要求全程直播，这是真的吗？直播那个年代哪有直播这事啊？不是有那个摄像机在外面拍你考试？那个时候应该是那个年代乖乖谷考大学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娱乐加社会事件，这样。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到考场里面来的，他倒也没有全程在那里录影。可是他确实是叮第一颗那个铃声都响了之后还待在那边拍到，确实拿到新闻照片之后才离开的。其实我们看在联排的时候您跟大家送祝福打招呼呀，是不是只要在公共场合你有活动时候呼唤您的名字您都会回应呢？不，这你听着别人叫你名字你会不回头的吗？你不觉得很不礼貌吗？你故意假装就这样，然后你就没听到，你不觉得会挨揍的吗？很不礼貌啊，就习惯啊。对啊，哪怕你就跟他讲说，哦，那我现在在忙，我可能没有办法，或是什么之类的，你不能不理啊。我觉得这我会觉得怪。那比如说粉丝在现场喊过您比较让您惊讶的称呼是？完了，糟糕！一直认真回答，他越来越像是老鼠了，他越来越像老鼠了，怎么会？是那个虚啊！我刚点了眼睛，我把他点了眼睛之后，他就像老鼠了，妈呀！我要挑战失败了，我觉得我一心二用。您刚才说其实回应是一种礼貌嘛？那比如说现场真有人喊啊，有朋友爱你，然后年纪还是那种很小的粉丝，你会怎么回应？妈，我也爱你。这个播出去之后您就等着吧。下一个问题是因为您已经红了30多年了，但如果您现在就圈到了新粉，那他们要对您进行考古追星，你有没有一个推荐的顺序？因为这个古实在是太有的考了。我觉得这个眼睛点的位置挺好的，这个才像兔子的眼睛的位置，刚才可能太高了，这个立刻就蒙了，好，就一个眼睛就好了，多画多错。我就不信你在这边画这个啊，去我的超画呀，有很多那个就是前辈们千层叔叔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在那么多考古的物料里面，您最想删掉的一段互联网记忆是什么？说彭胖伤得有多重。你先给大家看看您的点，很萌好不好？还不错吧，这一次的从老虎老鼠变成兔了啊！咱们可以用金笔签个名。你看它是用来放笔的。你找到它的正确用途。好。最近点赞过印象最深刻的朋友圈的内容。没有，看大家如果那个大吃大喝很开心，我就给他点个赞，因为我吃不到，就替他开心。看了一年，咱女朋友有进组计划。进组。电影如果顺利的话，我还是希望今年能开机的。这次会自己会有一些出演的戏吗？暂时没有。大家如果要的话，就去超画面留画吧。这显示是个春。对啊，春到不是也很好吗？两个要反过来，要不然我也到。OK。签名那个照片，好，来。唱首歌来祝福一下咱们的优酷的网友们。还是唱我的新歌吧。我最大的奇迹，马上在元宵节之前会发，在里面预告一下，可现在没法唱。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兔年快乐，耶、yeah! 那我就想追问刘鹏哥，您今年线下有希望唱歌方面，比如说音乐节啊，或者快来找我，快来找我，经纪人电话在这里。最后，老师是因为我们想去年有一个最流行的挑战叫不心动挑战，想请您看一下您年轻时候一些混剪，看自己会不会心动。我一定会笑的。不笑才能赢嘛，对吧？就正常的我都还好。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去给吴雄探病那个。那个真的太好笑了，我半夜自己都笑醒。憋气。
憋气中。我没事对自己心动什么。有些那种特别蠢的我就会说就会很好笑。还好嘛，还好啊，我也没有觉得那时候特别帅，还好，就小朋友啊。那你平常刷到自己的视频，你是就是欣赏完还是？我有一次被自己这个突然被自己的表情包帅到了，有一次，就花无缺。我自己演的时候都没觉得，大家后来这几年大家突然去翻我以前的电视剧台，觉得他好就不巨抛脸是吧，现在的说法。对，我在想哇，做了个动图，那一眸回眸，我想妈这是我吗？那个有吓到我一下，我都不知道我以前长那样。就原来我也有那样的时期啊，那时候同期出道的很多帅哥啊，林志颖啊，金城武啊什么的，就是对啊，大家会觉得他们是大帅哥嘛。那我比较被归类在会念书的小朋友这样，所以就没从来也没这样觉得。跟那时候就可以哦。那现在有鸿哥还有希望看到你演古装吗？现在大概也回不到当初那颜值，你就饶了我吧。把最好的回忆都留在回忆里。最后，您跟咱们优酷的网友们说一句祝福的言。好的 ，Happy two year， 红包 too much， 呀哈哈哈哈哈。